Masako 做的好漂亮哦 ，Miu 也很厉害，王王修会，你的感觉是 rap 版呢。在这一次我当台北市立国乐团编排的国乐防疫操里面呢，我们使用的是《阳明春晓》这个曲目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加了一点民族的身段动作，那希望可以借由这一些身段的基本动作呢，帮大家练习到平常已经很少动到的小肌群，包含在你的手指头，到你的手腕，到你的肩胛骨，到你的腹部背部，只要跟着这个音乐进行，跟着我们的 Kimi Bar 美型运动，这样子的编排的动作呢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啊，身体慢慢的被舒展开来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，Kimi Bar 美型运动的线上课程开跑喽！除了你们在这支影片看到的，我们跟台北市立国乐团一起合作的国乐防疫操以外呢，只要你有想法，来信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能够为各大企业还有各大团体打造量身定做的课程。嘘，跟你们说，我们把实体最受欢迎的 Kimi Bar Body、Kimi Bar Move 还有 Kimi Bar Dance 一起搬到线上喽！所以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区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美食运动了。我是 Kimiko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所有社群网站 Facebook、IG，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 kimiko.com.tw， 密切锁定所有线上课程的最新消息。我们线上一起美食运动。